喂，哎，赵队啊，刚才断了。啊，我还行啊。怎么，人没接到？哟，这您怎么知道的？听你的情绪呗。赵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杨队的生日马上到了，我们大伙儿一起去看他，你去不去？行，但是我得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事儿。哎，你的女朋友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事儿它有那么重要吗？是南方来的。你别吓我啊，赵队，你不是跟踪我的吧？看你想哪儿去了。是这样，最近南方在闹台风啊，我也就是随口一问。说中了。什么？南方闹台风呢？累了就休息一下。没事儿。这个鬼天气，你未婚夫应该比你更着急。不可抗力，他应该能理解吧？他是做什么的呀？国家的人。公务员。报表我做好了，去年的账你看一下。非常好。辛苦了，我能用电脑上一下午吗？当然可以。哦，对，你还可以在网上和你男朋友聊两句。我就是看一下新闻。哦。公司刚创立的时候，阿南也经常这样伏案工作，我也经常这样在旁边陪着他。我什么也没给南姐做。没有，你让她信任，给她安慰，陪她说话，这比什么都强。知道吗？找一个人说心里话，其实不容易。白先生，你要好好的。南姐她那么爱你。谢谢。等天鹅城市破产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回到原点。只要开始就好，人生重新开始也是件好事。是。哼，又摔了。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影响大伯的心情吧，我让他们重新做饭了，我去盯着。川，难为你了。没有。你说向美霜能干好这份工作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有些事情太顺了，反而容易让人心烦。徐叔叔，到底怎么了？希望那个王佐啊，像他说的一样，尽快离开这儿。王佐，王佐是谁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哟，盖总，您还真在了。看来咱哥俩还真是有缘分呢。到我办公室去说吧。好，继续工作。你是喝茶还是白水？不喝。所以最好不要给别人下药，搞得自己都有心理障碍了。哎呀，这个天气出去一下，这个鞋就变成泥鞋了。这次出去是度假还是移民？戴总啊，您真是个人物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你肯定能够东山再起。这话没头没脑的，是你们老板心软了，想拉我盖头一把？戴总啊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老板了。我出去就是移民。哦，那好，那是来跟我告别。这样吧，盖总，你问吧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谢谢。这就对了。肖小姐，麻烦你件事情。我下午走不开，你帮我把这张照片放大一张。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，底片已经没有了，这是订婚那天我们俩照的。这枚钻戒是我第一单生意成功以后给他买的。后来我又给阿南买过很多礼物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开心过。而且这枚钻戒是我亲手给他戴上的。你选一样给自己，剩下的都给盖头。服务员，提80万。麻烦你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你太美了，你看看，这是抓拍的，如果修完片会更漂亮。谢谢。哎，由我们管当模特吧。哎哎哎哎，你还没答应我呢。我价很高的，你可请不起。多少钱？你说。你要是真想找我，告诉你们老板吧。潘警官，潘警官，您终于得见我了，潘警官，对对。忙着呢，快点说。别啰嗦。我梦见我女儿了，她一直在哭，
我为你全方位服务的感觉过瘾，是不是？我这都忙着你转了好几个月了，你有完没完？潘警官，我求求您，您去看看他成吗？如果他可怜，您就让政府给他收了。我现在是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后悔。你怎么早就没想到你女儿呢？人之将死，我活该。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女儿了。我汇报一下吧，会通过当地有关部门关心一下的。潘警官，你一定答应我去看他。到了那头，我天天给您磕响头。你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？你这种人啊，就不应该有孩子，也不配。我求求您，您让我见他一面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。潘警官，潘警官。喂。您说说，有他这号的吗？啊，我抓他还抓出感情来了，别人不找，非麻烦我，什么人呢？喂，电话通了，快，通了，你快给他打电话，快一点吧，我说。喂，美霜，你怎么样？你都快急死我了，你怎么不说给我来个电话呢？什么事儿？你不是想毁约吧？我跟他这儿去。喂，姑娘啊，那个潘军啊，这两天啊，从早到晚就给你打电话呀，他一直打不通。我跟你说，他都要急死了。哎，就因为这事儿，他都掉了几斤肉了。哎，你赶快来吧，你不来他会后悔的。你，啊？我是谁呀？哎，对呀，我是他领导。哎，对，是他所长啊。哎，我求你们所长，我跟他说啊，我不是怕你说不清楚吗？所长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外头太阳挺好的，你上外边待会儿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孩子啊，都快上大学了，你比他大不了几岁，我听他怕什么的？哎，再说我帮你出出主意啊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求你，我单独跟他说一会儿话行不行？你这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哎呦，好好说啊。喂，啊，不是，那我们所长他就那样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个痛快话。你别催了，我真的有急事儿。向美霜同志，我请你啊，认清一下形势啊。我可不会这儿一直永远等下去的。你威胁我是吧？我今天就去订机票，你放心吧。拜拜。哦，谢总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天然砂岩的，这个既美观又牢固。太好，这个房子确实还不错。对。这个房子一二百年没问题。给他，合同文本看仔细了，等你签完了字，我就来收房，钱不是问题啊。好的，改天请您吃饭，请。好，慢走。戴总，一定要把房子买回来。为什么？这是你跟南姐的家啊。有人住它是家，没人住这就是个房子。我曾经的希望
幸福，我和阿南的一切就让他留在这儿吧。现在我一个人住，像住在坟墓里。早卖早好。今天的没有了，那最晚的一班呢？这个天气不会有航班了，走吧。你一定要走吗？嗯。那我让小江给你几张票。真的？以前的老关系，不知道人家理不理我，试试。喂，喂，上飞机了？太好了。你下了飞机，想着再给我来个电话啊。嗯。潘军，潘军，起来！上边来调令了。哎，所长要见你。这是调令下的征集，这些山货是老百姓们送的，带给城里的同行们尝一尝。谢谢。这人呐，该干什么他早晚会干什么。你属于战斗在前线那种警察，这里委屈你了。苏长，这儿也是前线，最前线。可是前线要分个主次的，你属于应该战斗在主战场那种警察。其实从你第一天来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待不久，你早晚会走的。好了，到属于你那种战场上去驰骋吧。敬礼。就要去和潘军见面了，为什么我的心中却总是惴惴不安呢？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们经历的太多了，我已经不敢相信了？赵队。哦，潘军，来来来，坐。公安部有个秘密任务，要打掉一个特大的国际犯罪团伙，所以现在在全国的刑警当中层层选拔卧底素质最好的优秀刑警，我把你给报上去了。您这也太高看我了吧。我是看中这次机会。怎么，你还不乐意啊？我帮倒忙了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是觉得
太突然了，我得反应反应。潘军啊，参加这次选拔的可是我们警界的精英啊，而名额只有一个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思想准备不足，咱们就放弃。我可以安排你去南方，但是一旦被选中了，那就意味着两三年之内不能和任何人有联系。赵队，你相信我，除非我选不上，我是警察，就应该服从命令，任务高于一切。实际上，到了一定的层面，敌我双方的实力和技能都不相上下，而你又是孤身一人，深入陌生的敌腹，所以任何一点小小的闪失，都会断送你的生命，甚至断送整个计划。我想你应该明白，所以心静如水、无畏和理智才能完成任务。无论结果是什么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是一名警察，不然我也对不起杨队。潘娟儿，潘娟儿，开门。潘军，考完了，考怎么样？你带赵队去检查了吗？赵队让我送他回家了，一家团聚呢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就算你跟我置气，也别在这个时候去打扰赵队。你们了解赵队的身体情况吗？他的身体非常不好，而且很严重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还是让他？他是头。你真行，杨队和赵队都把你当个宝。赵队曾经跟我们说过，指挥员不能冲锋，要对全局负责。可是到你这儿怎么就变了？妈妈，我正做梦呢，一段黑影突然冒了出来。怎么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？
了？天塌了？赵队，你早就知道自己应该休息了是吗？家里人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跟他们说，我呀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。啊？你要是想让我去，你就别犹豫，我保证能完成任务。哎呀，我说了，这个星期给你办调令。他不对，潘军啊，人呐要学会用自己的长处跟别人比。反正我不去南方。你看你，听我的。啊！你坚决让我不够资格，那就不应该推荐我去选拔。那好了，我去了，也合格了，你又反悔了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觉得挺没面子，你也挺没面子。是不是杨队在世的时候就非常不给你面子啊？他那是恨铁不成钢，他收拾我，其实也自己气得够呛。哎，小勇啊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哈哈，那是好事儿啊！哎，你看你，人家结婚，你愤什么怒啊？对对对，潘军在我这儿呢。好，回头说啊。嗯，好啊，你小子瞒我。他是特地来结婚的？啊，是不是就是上次穿婚纱的那个向美霜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知道啊，那名人呢，那是。赵队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给你做决定了，你现在应该做一个好刑警，当一个好丈夫，有一个好家庭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啊，无情未必真豪杰呀。你看，你女朋友来一次不容易啊，好好的陪陪她啊。给你放5天假。放我5天假？我不跟你开玩笑啊！哎，潘军啊，还有，严森坚持要你去看他的女儿。啊，我已经和当地政府都联系过了。既然严森坚持要你去，那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办好，顺便陪陪你女朋友。严森是你们这次抓的人？想起来我就生气，他让你受伤。不过没想到你们抓人还有后续服务。哎，让我陪你去见他女儿，那我是不是也算编外家属啊？你说我们出去是订一间房呢，还是订2间房呢？什么眼神啊！我是为你着想。我说咱俩还是把证领了吧，要不然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别人怎么想啊？你真的决定要嫁给我了吗？你对我好，我知道。再说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要求太高，要不然就被剩下的。你说这次太匆忙了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，而且感觉不太对。怎么感觉不对了？你是不是反悔了？说什么呢？你是说我们不领证了？要不这次先不领，
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候再领。行，你说了算。我也真是的，干嘛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呀？我忙着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忙什么呀？忙盖涛，忙我自己。忙盖涛？你忙他什么？告诉你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老是忙别人的事儿啊？那我这次不是全心全意跑来跟你结婚吗？又要把我推走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可想好了？这次要是不办，我们俩就难说了。结两次婚还结不成的呀？除非有的人不想。行，我做梦都想，真的，不骗你。安哲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，别让我猜好吗？我已经没力气了。叔叔啊，大伯那事儿能定吗？我得考虑一下。您考虑什么呀？向美商开口要10万，这一点我很不放心。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哼，不愧是见过大钱的人啊，口气不小。我想美商可能是遇到困难了吧，他也是不得已的。嗯。他前两天来找过我，我说把钱借他。可是他走了。钱呢，我可以预支的，但有个实习期，先观察一下，我得对得起你大伯，要不然我也白活半辈子了。可是他真的很为难。川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你为什么要帮向美霜啊？他可是你的情敌。可能现在在我的世界里，和潘军有联系的也只有向美霜还有冯姐了。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想你。想我什么呀？你说，姻缘是不是几辈子前就注定的？想有个试用期，那你能做一个月吗？如果一个月后你还能干的话，那么这钱就能预支给你了。
好，回去再说吧。对了，上次你为什么来了这么快就走了呀？其实啊，你不用太客气了。回去我会联系你的。那你要好好的干，我们宏远很需要人的，只要是许叔叔认可的人，就一定能进公司。而且我们公司机会也多嘛。回去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放心吧，谢谢。是于小川。他在哪儿？你们怎么和我联系的？宏远公司南移了，他现在跟我在同一个城市。他还挺挂念你的。怎么会？你紧张什么呀？那姑娘她有点那什么。什么什么呀？不是，她是个好人。那我呢？哎呀，我说的话你怎么不明白啊，向美双同志。我是被肖丽击垮了自信。他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如果再遇到爱，就一定不要再被强暴。我们还是把证领了吧，我特别害怕，怕你再跑了。不会的，只要我活着，我一定娶你。去吧，先碰我妈妈，我妈妈刚睡着。你叫明明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不行，我哪也不能去，妈妈会醒的，她会渴的。
造孽啊！人一旦沾上毒品，就不是人。我们好几次想送他走，可是送不走啊！可怜了明明啊！那你为什么平时不管他们呀？不是我们不管，是管不了。这女人清醒的时候，根本不让人走近。毒瘾一发作，就鬼哭狼嚎的。明明又死活不走，我们只能把饭菜送到门口。明明，叔叔保证不会再让你过这样的生活了，叔叔发誓。那我还能见到我妈妈吗？能，一定能，啊。